诗篇第七篇一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倚靠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，将我救出来。恐惊因亲像狮拆离我，甚至拆嘴，无人拯救我。三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若行这个事，若有罪恶在我的手，我若用歹报那个跟我好好的人，连那个无缘故跟我做对敌的，我也要救伊，就实在受敌对赶我，直到赶到，将我的生命打在涂骹，让我的荣耀下在涂粉。六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在生气中起来，爬起来徛。你当我敌人的大生气，求你为着我兴起，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，愿众百姓的血为你，愿你对那顶面归在权威，耶和华对众百姓行审判，耶和华求你照我的公义甲我心内的纯正判断我。九节，愿歹人的歹绝断，愿你坚固义的人，因为公义的神监察人的心肠丈夫，神是我的盾牌，以拯救心内正直的人。十一节，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阁是日日对歹人发出生气的神。若有人毋回头，伊的刀要抹来，剑要彰显，伊必变变，伊也伊必杀人的武器，伊所写的是火箭。十四节，试看歹人用力奸恶来侵扰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虚假，伊开阔阁挖深，竟然跋落伫家己所开的陷坑，伊的毒害要淋到伊家己的头壳，伊的强暴要落伫伊家己的头壳顶。我要照耶和华的公义感谢伊，阁俄罗耶和华至冠者的名。